大家好，我是 Inter，今天我们来玩《火球模拟2019线路 DLC 慕尼黑到罗森海姆》，使用的机车头是 DBBR 1552，任务名称是 Wagon Transfer 运输货运车厢，持续时间20分钟，任务难度4级。任务描述是：冬季的第一场雪已经来临，这样的早晨并不适合去运输货运车厢，但是这是需要做的。在 Bergam Line。开始，今天早晨的任务是在早高峰开始之前，从特鲁德林到慕尼黑南运输一列货运车厢。这里标的是秋季啊，但是已经开始下雪了，这暴雨跟任务描述不太相符。早晨7:10，好，我们开始。好，来了，早上好，你刚刚到达慕尼黑东火车站。接下来你的任务是从特鲁德林到慕尼黑南站运输一列挂车，在这里，卸挂。一旦完成之后，到前面有一个吊车的区段，吊头的一个区段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打开驾驶舱内灯，打开 CFA，打开 PCIB 货运模式 M，打开 LCIB。激活 FB，RFB，RFB。在这里要先斜挂。好，斜开挂。来了一个要玩的空车头，松开刹车，幻想起到前方。好，出发，打开雨刮。没开车灯啊！好，打开车灯。这个灯光光源是来自哪儿？很诡异啊！很近啊，马上就到这个掉头的区段。我们是空车头，所以不着急，很容易就刹住了。一直提示有点超速，这个 G 一直在亮。好，我们切一下驾驶室。哇，切过来这灯什么的，直接就灯自动都切了，太真实了。幻象器也切了。RFB。RFB。仪表灯没打开。好，前往特鲁德林街西蒙市的挂。第三个任务点啊，前往特鲁德林西轨道，还有三公里。要玩火车头，这儿也停的。这个 RFB 怎么没用啊？卡不住。哎，它突然灯亮了，要起车了。对，它启动了。这个 RFB 怎么失灵了吗？
RFB 激活的呀 RFB 卡在40的呀，这怎么慢慢的才升起来。还有2.6公里。 G法是个 B 版型号，这里有个红色的信号，禁止通过红灯。这个信号为什么这里没有磁铁呢？对吧，这里面没有磁铁。哇，这又有一列药丸。这个不是我们的信号，这是右侧的吗？这是哪边的信号？这磁铁都没有，第一次见这种情况。那么刚才哦，那个红灯消失了。CS50上桥，哇，又个红灯，又是红灯。禁止通过，等空车头看能不能超时，直接超时通过吧。这个是可以超时通过的。好，超时，还有财币激活，好，通过。前方即将进入特鲁杜林七号轨道，加我们的挂。编号是044-8。哎，对，这个这边的这个驾驶舱是正常的，这光源什么的正常。这是操作台的灯光。驾驶舱的灯光，但是后边那个驾驶舱就不对劲了，光源来的就比较诡异了。内限速80。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挂了吧。101客运 EC 在这里有没有挂？西法。好，缓缓的驶入特鲁德林七号轨道。靠近啊！
慢慢的靠近。好，挨住了。好，接好。Good job！ 现在前往慕尼黑南站。看这边的驾驶舱灯光就不太对劲。松开刹车，启动。我们的挂车不知道拉的是什么货物，封闭式的车厢推物。这边是 BR423 S 版，禁止通过红灯。前面这个是我们的红灯。超速。加了挂，得提前踩刹车。好，红灯变正常了，继续前进。限速40。连续的换轨啊，他这个任务描述为什么说冬季的第一场雪呢？是有多希望下雪啊。LCB 激活，前方限速110。把 FB 调到110。解锁成就。这边 BR 要我 traveling far and far。前方是第四个任务点，通过 Bagam Lime 第二轨道，7:23到达，7:23出发，直接通过。还有0.5公里，不用降速。
驾舱的灯光真的有问题。好，通过了，继续前进，信号一切正常。前方车速110。限速110。第五任务点是通过 Ostbahnhof 东站的第六轨道，第六站台，7:25通过。还有4.5公里，130限速。4-23，通过东站第六轨道，第六站台。速度提的比较慢啊，100%的动力，现在才到90。第六个任务点是在慕尼黑南 Lime 这个轨道吧，应该是停车，还有4.55公里，前方要停车了，还有不到1公里停车。750米，解锁一个成就 Around the clock。 500米，车轮碰撞了，按 Tab 来通过，撒点沙。还是停车信号没有变。这边过来是应该有红灯。对的，把速度压下来。
允许通过红灯。超时。哎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还是激活的？这个紧急制动还是激活了。LXB 突然消失。刚才一帧超时也没有过去。现在只有 PXB 模式了。这里有点不动了。没过来，还有2.15公里到达慕尼黑南 DBF LAM A。RFB 好 PCB 40 500赫兹。前方进入慕尼黑南 GBF LAM R 轨道。这次超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，超时，顺利通过啊。稍微延误了1分多钟。101过来了，哇哦 ，nice。
在这里停车，然后还要接下来到22轨道停车。好，这个车头进来了，在这里停车。好，这个应该是要准时性要扣分了。Red points set for me. 22。在往回转之前，先确定后边的，应该是有一个道岔要搬一下吧。看一下，是这条轨道啊。这个道岔应该是要搬一下的，这个道岔要搬到左边来。哎，好，搬过来了。这就搬到右边去了，好，这是没问题。后面就没问题了。好，我们倒车，逆向骑到后方，倒退。推着吧，旁边这个红灯应该不碍事，没有问题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这里直走，接下来这里左拐，好，我们顺利的进入预想的轨道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刹停，接下来是这里停车之后要把挂摘下来。
uncouple，uncouple，s， 在这里可以休息了。好，这个任务就结束了。又解锁一个成就，成就好多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火球模拟2019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